Hi everyone， 欢迎收看带你去看房节目。本期带大家来到 Delta 三角洲，这是一个由开发商 Polygon 总体规划打造的一个充满活力的 Hamilton Cove 社区。这个社区非常的大，建造了才三四年的时间，环境是非常漂亮舒适的。在这个社区拥有一条河，很多游艇停泊在这里，营造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你可在这里散步、溜狗、看夕阳，是个很难得的自然环境。这期要带你去看的是这个社区的 Before Landing 联排别墅的其中一个房子。这个联排别墅正处在一个转角位，面积有1980平方英尺大，四房四卫。好，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去参观。1980尺的开放式居住空间必然是比较大了，分为三层空间，这是第二层，有超高的天花板，全屋是强化木地板。这层有两个厅和厨房，这边是一个客厅，那边是另一个客厅。厨房有宽大的中央岛台，配有名牌电器，全白色的定制木橱柜，显得特别明亮干净。上去第三层，上面有三个卧室，主人套房特别宽大，放下 king size 的大床，还有很多剩余空间。配有步入式大衣橱，浴室配有豪华的浸泡浴缸和淋浴两用的。这是另外两个房间和浴室。洗衣房。在楼下还有个特别大的房间，同时配有浴室的。Thank you.
回到第二层看看这个阳台。这个社区还配有完善的会所设施，游泳池、健身房、party room 等等。看完这么漂亮的社区，是不是挺喜欢的？想要来参观了解一下的，就请跟这个房子的 listing agent 约看房吧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